我40多个的黄金，为啥你给我称出来是37个多呢？你在这跟我抖江湖呀？我没有啊。啊，咋的？我还看你要摇人是吧？我们兄弟一路狂飙。喂，你好，我这边黄金回收的，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。嗯，对，刚才我没接到。今天回收价格是512一克，有时间不做吗？上门回收。多长时间能过来呢？我们正常的话是1到2小时可以到，这个时间可以等吗？可以。然后我位置怎么给你们提供呢？位置的话，我加你微信，你发一个你出售的位置，我给你安排你那边的区域经理就可以了。行，好的好的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预约一个抖音上面上门回收黄金的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套路。刚才我听他这个报价，我感觉有什么猫腻，他这个报价太高了，都高于大盘价了。客服说是512一克，是512吗？对，512。37.62，大概就是19000多块钱是吧？我们要验金。第一个套路来了，验金如果说没问题，我们客服报价给你回收了。我验金之前和你说清楚，你同意了我就验。验金会把你的黄金烧融，加大成交率，取得你的同意，为了避免后续成交不成扯皮。重量有变化？重量不会变，我们按现在克重给你算。我是在抖音上搜的，现在这个我看还挺方便的。对，我们上门的方便，全国都可以啊。对，我们全国200多个业务员在外跑。是一个什么公司呢？南京招财猫服务有限公司，我们投流做广告嘛，合肥南京都能打听到，名气非常大。金子没问题吧？现在有杂志啊，你这边杂志可以看到了吧？杂志套路开始。然后我们还让客户给报价510每克给你回收，但这个杂志我们要扣的，就是每一克扣0.15的杂志，37.62，对吧？嗯，乘以510，等于0.85，16370。你这个杂志是有什么依据吗？不能说用眼睛一看有杂志它就有杂志吧？那我们用肉眼看到上面的漂浮物，得有一个科学依据吧？漂浮物，所谓的杂志漂浮其实就是硼砂烧黄金时用来助熔的，不会与黄金融为一体。你算一下这个杂质大概扣了多少钱？怎么算呢？杂质费怎么算？杂质费，你不是做这个的吗？你问我怎么算？我没有单独去算过杂质费怎么算。嗯，你不是37.62克吗？嗯，37.62是五百一十二，五百一十二再乘以0.15，这是扣的。对，乘以0.18，乘以0.15的没了。乘零点一五，这是扣的钱。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扣的钱就是扣2000多块钱。你让客户觉得就是你用肉眼看一下，说有杂质，就一下子亏了2800多块钱。你不要这样考虑，你知道我给你们算的什么价？还是513。大盘价加了50多，为啥呢？为了高价吸引你们这些憨憨。我们没有实体店了，每天打游击，因为我们把房租费省出来，人员工资省出来了。那你这样不就亏了吗？遍地是憨憨，怎么会亏？我们不亏啊，我们怎么亏呢？16400块钱，你感觉合适，你就可以卖给我；不合适，嗯、你可以不卖给我。烧完了你再称一下。对，我看他会折多少？折应该是0.08。啊，多了！沾了点硼砂，被你说成杂质，当然多了。就是重量没问题吧？这你可以放心。我可以再等你，你可以把我的秤拿走，随便验。心理战术只让你放下戒备。我们常年在外收，你像我每天，你像我刚才收了一单，你要每天收多少？这本子全是的。行为战术只拿出草稿多做铺垫。每天这么多业务、啊，过年了都需要领钱。我这里自己有一个秤，我称一下。我40多个的黄金，为啥你给我称出来是37个多呢？你在这跟我抖江湖呀？我没有啊。啊，事实证据摆在面前了，你还说你没有？这是50克的砝码。对，我49.92，我就算你50克。50克的砝码最多可以减到34克，那秤刚才没放平啊，应该问题啊。没放平，你给我差4克黄金，你怎么不多4克呢？你毁坏我东西。哎，经过你同意要验的吧？你搞清楚，在经过我同意的前提是你不要坑我骗我，你坑我骗我了，然后把我东西烧坏了，这是两个概念。买卖没有成立吧？啊、我怎么骗你了？你是诈骗未遂啊？诈骗分两种，一种是行为，一种是结果，你这是行为未遂。那你就把。那就报啊！你们这一伙人整天全国到处流窜，说好听一点是公司，说难听一点就是团伙。等叔叔过来，你这秤我先拿着。不能拿我的，我没拿着走呀。你放心，我不走。我没有拿着走呀，万一你把这个秤藏起来或者摔掉怎么办？你是用这一台秤给我缺斤少两了，你说我有没有权利拿？你拿我秤，我可以报警。我说你拿我。那你报啊！拿我。你报啊！事情有因必有果，这个因是啥？造成我拿你这个秤的原因是啥？你咋不提呢？你还好意思报警？咋的？我还看你要摇人是吧？法治社会。你还知道是法治社会，但是法治社会你为啥要违法呢？你们这生意做得容易啊，整天开个车，这里接一单，那里接一单，这里坑个人，那里坑个人。你不要带坑字了，又当又立，你既坑人又不让别人说你坑人，那你这不就是又当又立吗？他是不但扣这个杂志费了，秤上面还少了4克多。我现在的诉求就是，你报的价是512，你就按512给我收了。关于你所说的这个杂志是吧？我们可以去找一个黄金店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杂质，有杂质我认，没有杂质我不认。我现在收就按大盘价多少钱，我一分不少，大盘价多少钱我认。这个钱是我自己掏腰包的，就是让你长记性的钱呀，你骗人坑人长记性的钱呀，你自己考虑吧。
就是说你按你说的两万一千四嘛。对，以后我还会不间断的在网上叫上门服务回收黄金，看看你们还有没有这种骚操作。兄弟们，商家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多收的钱我捐给了海魂基金。在这里我要提醒广大网友，高价套路回收黄金的一些不良商家已经渗透到了网络上，凡是高于当日大盘价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，高价回收黄金套路深，贪小便宜吃大亏。